定要上网去报名，那我们的报名完全免费。还有它的 logo， 泡水36个小时呢，种在日出阳光，或是放在你的书桌。下午来跟芝山站的朋友有一个快闪的下午。好，我们靠近一点哦，来。有铁扇公主、沙悟净、猪八戒，通通都来了。待会3点钟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快闪的活动。台湾戏曲中心现在正在热烈的招募会员哦，要拍照的别客气。好，那待会3点钟我们就会有准时就会开演了。跟着我们的铁扇公主，要交给铁扇公主，看她美丽的身段。今天有名声会讲是出名的高飞的苏鹏先生，美猴王，也就是齐天大圣。哇，掌声掌声，庆祝！哇，他带师傅出来，非常有正式哦。那去西方取经回来了哦，回来第五场我们要回哪里呢？当然就是回台湾戏曲中心啦。哦。非常棒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精彩啊，挡住了。哎呀，铁扇公主能不能撑住呢？哎呀撑住了，掌声。谁不过阵？